女儿是毛宝，女儿是毛宝庆的。女儿是毛宝的话是对面的四号宝宝，对面是夫子庙啊。夫子庙加希腊吧，比我们的普通快，马，这马没了。花生再来个，给拉金刚吧，好吧，拉两包金刚吧。韩国继续鞭尸吧，四号兵呢？继续鞭尸，武装的话，这不先血灯，血灯算了，好吧。血灯，血灯。哎呦，我忘记带了个最后个药，他妈的带错了，应该带那个。龙少。武装要带一个那个叫什么来我着？带了，我带了，我带了，十箱嘛，啊，对，OK。挺专业的。星际五单抽了。感觉我们的三儿他妈跟坨屎一样的，首发三儿要快点了。错误吧，收住点，收吧，收住点，收住点，趟过错吧，趟过错吧，普陀自己开紧箍咒嘞，给这边的旅游是壁垒还是三儿？壁垒吧，壁垒，壁垒。主要是没水平的这波，你怕他点伤吗？我也不会点啊，我反正他下保单不能出手嘛，这都套中了下保单了不能出手吗？不没套中吗？有道理。拉壁垒好吧，我不装拉壁垒了啊。对面有金青不理他，让他放了啊。普陀的话把塔立一波吧。普陀宝宝好像不能配化身是吧？能配吧？啊，先不管了，好吧？你那里化身去笑地府啊，地府笑了，好吧？化身笑地府，普陀去笑大行吧，大行笑了，好吧？笑两个吧，来吧。普陀没大能快，我笑吧。你自己开吗？我笑。你普陀把旅游船反笑了吧？把旅游船反笑了，化身自己开了，自己开。哎，我插队了，这段时间没事。没事没事，你手好，把我动一下，动一下。正好把我动一下，干啥都行。哎，开了吧。没有人开。你普通反校留存了吧？掉了，没用，妈的！化身没地府快，哎，我消化，我消地府就好了。不过还好。刚才我应该说好，又没注意到，这把有人注意速度吗？韩国的状态怎么那么曲没了都？搞基啊，这是上个密润吧，好当寡，把密润上了，韩国。我先上个塔吧，韩国壁垒开就行了。宝宝清三号，
我已经开了啊。光辉补了几个？就补了华西一个呀、啊。就补了一个，找到光辉吧，继续补补。我是准备等女儿封我时候再补嘛，不封我先控控他吧。没金器了呀，他把点上失败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所以没他会开的，他不女儿封我了吗？我封大仓防点上没毛病，没毛病，就怕他一个法器单子抽死了。那我拦不住啊，我那么一个输出我也只能封一个呀。我操！善恶来了，确实死了。那我没办法，我已经保了，保不住那个。哎，还好他们平砍了，死不了。平砍死不了。我可以金。先不着急。加个法典给，加个法典给普特，把李月生砸了来。武装的话，套化身的，把塔给他套掉。你法器得开了吧？我操，别那么强硬你。顶大金就行了呀，顶大金了，普特宝宝顶大金了，没事，顶吧。他女儿孙不死，他女儿孙蛮愤怒。我都被拧了，看到了。不是，不是谁？女儿死了。操！让你开，我说开我强了，没人。等一下。哎呦啊你妈的，那没办法，我让你开了，我想强拉的。死不了，好了，送金器。哎，我把他领子了。宝宝清三号吧，你化身给普罗换出宝宝先吧，先出宝宝，先出宝宝，先出宝宝。武装能笑吗？武装把对面大堂笑了吧，对面下巴笑大堂也行。也可以光辉好使，我可能没金了。那他下一把金呢？他化身金了，可能我想笑化身，我又不想笑，给光辉吧。大唐也要拧啊？我不拧了吗？他拧了法器，我留你的情了。你是被凝滞的，对，我被凝的，还好挂这个地。武装够下不？够够够，我可以看愤怒。肖大喊，肖大喊，能放上一个啊，都够啊。肖大喊，肖大喊就够了。活血活盘丝。化身的宝宝，我宝宝拉，我宝宝拉，武装自己开啊，法防利器啊，快点！出孩子吗？出孩子，出吧！武装自己开了啊！化身的宝宝开一下，化身宝宝开了武装，他没开防御。化身开我没法开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宝宝的速度啊，他二号和五号都很慢。是不是有管路呢？他不够。你们下把放吧，我觉得。该顶上失败了。
给法西把天地上的糖果一滴血拉起自己，好吧，普陀砸队长，把队长干了。OK， 把队长干掉啊！化身的话，这一波我金金好啊，金金吧。化身金金可以，你金。把队长干了啊！糖果把队长金金不砸了，把孩子点自己一滴血拉。他化身满飞弩啊！啊，这个地府是真需要灵子，来登录灵子。大唐提流云了，武装的话你这波去笑的神刀，笑对面的，你去笑对面的化身吧，化身笑了好吧，大他化身出个地形了，把地形出了，快点出地形。我兵三号吗？秒吧，你秒三号吧，三号你点大他秒是吧，点就点大他秒是吧，没事。你说的时间太短了，化妆不够了，化妆我都已经不够了，光良可以。大唐比我快啊，我扫把流云。秒多少血啊大唐？啊，大唐死了，大唐没死了，没死了，死了，死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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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贫血了。那点到哈就行了，好吧，点到哈把他哈了。吃伤药了。有没有鹈鹕宝宝？好吧，鹈鹕宝宝，真阳加笛子，好吧，鹈鹕宝宝，我加笛子。普陀的话这一波砸不了人啊，这么地吧，这么地你普陀去用金砸法系，把法系秒残好吧，来吧，把法系秒残，地心点大唐哈，大唐一定死了，我们宝宝点法系，把法系搞了，我只点了大唐的，没事没事，大唐死了秒到法系没关系。我想反校你儿子，是吧，刚刚反校，不过校也对了，他直接够了，确实他玩确实够了，他打上带防了，打不动我，靠！六边形战士，没事，在校旅游村吧，普陀就去校旅游村好吧，化身出个宝宝，武装的话你套化身了，你套化身我禁聊。哎，普陀自己化身你先不出好吧，好吧，化身返校旅，普陀赢校了是吧，那行了，换出好吧，韩国这波秒吧，好吧，韩国的冰川兵吧，秒的是吧，秒着秒吧，妈的搞不动对面，他妈什么玩意啊，这是把流程已经够了，坏了，对面怎么点关？
化身有功夫给斧头提把流云。孩子可能飞掉了，对面青石干的，绿一下。韩国别秒了啊，秒不动，完全秒不动啊，秒不动秒不动，秒了秒秒都没有五百点血，秒你妹的！那等下我出个宝宝吧。错了错了，硬的跟他妈个屎一样的。普陀自己开好吧，普陀自己开，开了直接紧箍着那边流，说化身我佛慈悲喇叭好吧，我给你卡个大金。我法器愤怒够。你们别管他了，这个管不了，爱了吗？谁过谁过就了。哎，操了，没给你顶上是了。你要这卡这卡。啊，你自己卡一个好。光辉补了几个？嗯，就补了你。法器也补了吧？我法器是第一个补的，那现在没人再补。先补斧头吧。给普普的，对，给普的补一个吧。给普的补一个的话，活取活法器，法器按手防吧。来吧，把自己开了，武装自己开。糖果给自己塞一个糖果。我们没有人一仙，还有人仙，我操！自救没成功，有个小四海就好了，妈的，有小四海死不了。这波已经无魂银真的很灵性了，没办法，受到对面点杀了。对面有可能真不放这一波，对面这波有可能真不放。武装的话，你血的吗？血的力的，化学灯了，学灯了，化身活血活啊，化身活血活，我把我拉的普通，还好这我把地补封上了。糖果这波干的啥？糖果。我冰了四号，我操！你不是说活法系吗？我宝宝太狠了！危险了，这有人点。不，他点不点？我法系有伤啊！法系上有伤势，需要活一口。你妹的！他点上根本不需要大行了，都。赖咱，妈活上死不掉的，坏了，还被压死了！我操你！这他妈怎么活啊？这上盾吧，好吧，咱们全体上盾吧，盾上的吧，快点上盾上盾！普陀自己拉，普陀自己拉，拉起来上盾，普陀自己拉，拉起来上盾。你也拉一手呗，我给顶着。嗯，我。我给自己顶大来，不拉了不拉了，给自己顶大了。那你要这么闹，我也给自己顶大。应该是先沿着这边。沿着双眼啊，还好大了。这边的法师利润的话，普陀就死不了。
五个野对面三个拍过来了。所以说五个你也拉走嘛，我顶个大那一定能起来。你不是顶大已经顶上了吗？我顶我自己了呀，那你不拉我顶他干啥？你也能顶得上？顶不上。哎，死了！武装有没有清风啊？哦、有，点自己清风，给自己吃定吃了个吃了。普陀的话，这一波上个灵动吧，要不我们现在需要扛上灵动吧，免得对面瞄得太痛了。孤死去了。宝宝善恶几号？三号。全是，都是善恶。四号，四号，只有一号，四号，只有一号，二号不是，全都是。四号，四号，四号，趁轻伤没用的，轻伤大唐拉黑马还比我们快。有一个好没来了，一个俩没来了。差了，差点砸死。他现在就比我快啊！我少一把，少一把流云。化身的话，这一波先留一局给普陀补了吧，好吧，普陀紧箍咒继续勒起。武装的话够笑笑笑对面的化身吧，化身笑的好，别让他请留一局了。这个化身他要请留一局了，咱化身的话给留一局补上 ，OK。化身蓝够吗？够的，够的。他没怎么活血，蓝肯定够啊！我人性都没起来呢，人性还没有补成呢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有宝宝是能把对面突破的。我们那个全魔的一出手，对面就突破了。哎，对面这把好像点普陀了，我操了，没活血这一波。不对，对面是叠花的吧？叠啥花了？上面就有花？没有，上面没花。上把咋没有？上把帮我没中吗？啊、不对，电魂闪，电魂闪真好用，这电魂闪。上把你被封了，你清风了。哇，完了！武装去返校旅游村去。哎呀，我操你妹呀！这是那忘了，妈那会儿就说滑稽够。啊、你们滑一滑吧，他可能拉地心了。活血活普的吧，普的活了，普的紧箍咒勒起啊！武装的话去套子套大号里，把大唐套了，来吧。你得封地不文哥，我不封地不就封法器够了。哎，宝宝就亲对面的五号算了，好吧，别滑了，亲五号，亲五号，亲火来。出个地心，地心对面的时候压力不是很大的，我们怕的不是地心。对面的干将压力比我们更大，别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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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头上有花怎么不中啊？进了这波，完蛋了，连谁都扛不住啊这！哎，没封出去啊！皮了，拉倒吧。一刀还按爆，没这个侵蚀真死不掉了。多少血？不侵蚀还好吧？没这个侵蚀真死不掉了。他下波地精真来了啊！宝宝给我集火把五号打死，好吧，别管他地形不地形了 ，OK。妈的，还没打死这边，他妈吓得把自己吓死了。化身活宝宝把五号宝活了吧。普陀给我砍蓝。普陀卡蓝了是吧？谁他妈开我？我自己开，我自己开，我自己开。
你叫法房的开。我卡蓝了。这对面上个一个都清不掉了，妈把自己吓死了，这哪有那么容易滑得到的，这是。这地形甩个尺就没威力了。别太怕地形。肯定是全魔的啊。哎，你妹的，换三只。一号让弹了一下。不滑。哎呦，操了。还好有个滑了一次，还好有没有看。我换金术得了呗，武装的话这一波啊，武装这波吃一个好吧，吃一下对面的四号吧，四号吃了吧。化身要指人了吧？化身得指，让葡萄宝宝给盘丝顶个大，葡萄宝宝给盘丝顶个大。我给化身。哎，不是四号吗？我日了！他女妖村跟地府，你说谁是老板呢？你这么一算，你就不知道吃谁的宝宝了。啊！我给他引大劲了。可以。我刚才没开麦，我说你们为啥不滑？就我自己滑了。还好还好，好个鸡毛，他妈的，你吃下了四号，他妈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操，死了。他死了，39扛得住。神了神了，没了，收了吧。大金那边细节要拉满了，细节细节。我迟到的话一定死不了了。收了宝宝，点跑了。我以为女儿是个假的，女儿是那个没那么猛。你觉得对面女儿是个垃圾号？你看对面的名字是垃圾号吗，大哥？不是垃圾号，我知道他很强，我的意思他被反向思路嘛，都以为女儿牛逼，是女儿，他给这个家，结果他没那个到来。这俩地方哪个牛逼啊，陈哥，给他验一个。法系的，应该是法系的。好，我给他验一个。这个法系就是以前雪山那个是吧？知道，雪山那个手办。这把验对了，这把验对了。可以，这没金高伤害挺高呀。嗯，他必须给他淹死。这就本身那把滑地心的时候，我还说提前你们喝酒喝酒。不是我没开麦，我说了要滑，我没开麦。不是，那把滑地心的时候，我还想说让你们把酒环提前起了。他们起不起不错，我提前把盾起了，没看我武装提前把盾起了，然后我。我地平焊了，我把我随机焊了嘛，我没开麦应该刚才。
这把淹不死了，他妈还得贴呢。赶紧的下去，赶紧下去，别墨迹了。让他扫死我得了。我说没什么跳他妈二十六次了。对面女妖村的问题，对面女妖村1300分，耗一直到外面诸葛外面在打，掉了1300分了。妈的，攻击挺。两万，我去。